接下来那个黄老师来告诉我们要测个字哦，在未来一个月呢，哪方面我可以大放异彩嘞？好，我们的字面是狂放异彩，其中四个字面选一字来测看看，在未来一个月你在哪方面可以大放异彩？请贵宾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一起来选，请哦。这里面只有一个放字没有人选，我们从这个字先开讲好、但是观众朋友 有选到这个字，现场没有人选这个字，答案是旅游邂逅供货芳心、那就表示在感情方面非常好啦，感情方面大放异彩是80分。哎呦、好，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彩，彩是艾丽丝老师跟易安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你也觉得这个彩是很有彩色的话，很抱歉呢，形单影只、好险你没有选那个，好险好险好险，30分的在这边耶、我没有相克刚才有考虑一下、好开心哦。好，下面是米贡的，没有加甜，没有甜，只有米贡的甜。这个是冠一老师跟花花选的、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字的话，是合伙奋斗共创事业、没错呢，看一下合伙的伙有甜，奋斗的奋有甜，下面是共创的共，所以呢，当然是指事业方面大放异彩，90分。耶、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这下面是主持人笃林跟洪恩选的狂、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狂的话，答案是投资猛赚、财运称王。这个是当然是钱财的100分哦。哇谢谢老师。